天平达平衡时，表示甲乙两物体的质量相同，皆为40公克。由图示可知，甲物体的体积较乙物体大，故乙物体的疏密程度较甲物体来得紧密。由此可知，物质的疏密程度即为密度，也就是说，单位体积中所含物质的质量。公式的应用。图一，热密度 D 未知，则可由 M 除以 V 求得。图二，若体积 V 未知，则可由 M 除以 D 求得。图三，若质量 M 未知，则可由 D 乘以 V 求得。